大哥，发现什么了？当中那条船反常。 不撒网，不打鱼，吃水很浅。这明舱里没有鱼。对，看来啊，明天我们过国庆，敌人他心里难受。哎，咱靠上去摸摸他的底。没那么容易，我早就观察过了，他速度快，见船就躲，根本就不让你靠近。那怎么办？ 你们看啊，他旁边就是三杯酒，我们呢，就利用三杯酒的礁石做掩护，突然闯过去，来他个千人侦察。好，连长，我想做。你，怎么瞧不起我？<笑>哎，天女儿，你听说过没有？三杯酒，三杯酒，逆水三千丈，险交九百九，刀山落南海，鬼见了都犯愁啊。 这是旧社会的咸水歌，可我们是新社会锻炼出来的南海民兵。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<笑>同志们，我们南海民兵啊，一定要熟悉这儿的每个水域和每块礁石，做到进退自如。碰见了敌人，才好打他个蒙头转向。对，马上准备。是。小林。 给军民联防指挥部发报，南港三号发现可疑渔船，通过三杯酒先去侦查。是，银三哥，哎，看我脑门一冒汗，可要帮一把。<笑>换船，向三杯酒前进。是。 上船上去吧，你没看到鱼都堆满了，快！哎，阿妈，我帮他们卸鱼去。好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哎，哎。
上了年纪了，一看到这儿倒想起旧社会来了。常想想好啊，那时候像这样出海几个月，总有几家男人回不来。哎，妇女孩子就该对着大海嚎了。哎，你大妈啊，陈伟波，哎，您又来义务劳动了，托毛主席的福，越活越年轻了。哎，小平，喂，喂，在这好好跟外婆玩，爸爸有事儿啊。阿妈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哎哎。两口子几个月没见面了，怎么也不上去热烈欢迎欢迎？去，他准有急事儿。喂，哪里呀？我就是，我就是老姜啊，姜书记啊，我是欧英才啊，你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都回来了，啊，打了多少鱼？这次啊，打了10000担。什么？太少了。喂，下次我们保证打100万担，可有一样你得先批准。给我们装一条万吨鱼轮。刚才是谁呀？我猜，嗯，准是田女。嗯，什么？万历6699。嗯，对，对，上级发来了通报，说国际上地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，台湾蒋匪也蠢蠢欲动，可能派小股武装特务到我沿海一带捣乱。对，敌人是火烧芭蕉心不死。对呀，我们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。嗯，好嘛，运输大队长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欢迎啊。对，大南给我们包了。是，大黄牛好牵，小老鼠难抓。哎，英才哥，我去叫人了。干嘛呀？把大伙都叫这儿等着啊，叫大家都不过节了。对，对什么对？那还叫什么长尾不屑，招之即来。告诉大伙一切照常。是。告诉你姐，我开会就回家。哎，开个会就回家，哼，说得好听，他早把咱娘俩给忘了。人家是民兵大连长，盲人，连部才是他的家。只有我小兵乖，跟妈妈做饭啊。哟，这满院儿就我一个人睁眼瞎叨叨啊。报告，还有我在这儿听呢。哟，这位同志好像见过，你找谁呀？我找阿罗同志，也就是小兵的妈妈。小兵，爸给你吹个冲锋号啊。哎，别弄醒他。哎，
快去冲凉换衣服。哎，瞧你忙的，连明天什么日子都忘了吧？明天是国庆节，那还忘得了？还有呢？还有。瞧瞧，忘了不是？嘉庆节。什么？嘉庆节？名堂还真不少呢。阿妈明天五十大寿，咱小兵过周岁，你和田女又出海刚回来，还不够个嘉庆节？吃够饭，咱就和阿妈田女一块回岛子，国庆节嘉庆节一块过。那我可得请假了。我早给你请好了。不，我是跟你请假。我不准。枪就是你的命根子。哼，说对了，枪本来就是咱们的命根子。今天明天咱就在岛子上团团圆圆过节，哪儿也不去了啊。你听见没有？啊，还是我一个人睁眼瞎叨叨啊。小兵乖，别动啊，阿妈到街上抓他去。这位伯，您就别去了。干妈，我是伯，瞧您这么大的年纪，依我说呀，您该退队了。退队？凭什么？你看我哪一点比你们后生歹差？这位伯，您老了。老了，老了怎么的？站岗放哨，抓特务，押送犯人，打夜操，我什么时候请过假？误过毛？退队？除非你去打个报告，毛主席亲笔批下来，我就退。可毛主席不会批准我退队的，不会的。是不会的，毛主席知道我们民兵连少不了您这样的老骨干。赤卫伯，我是想给您个重要的任务。哦，明天是10月1，老规矩，您呢还得给民兵连上堂传统课，讲讲35年前赤卫队的事儿。年年讲怕有人不愿意听喽。那就更要讲，太平久了容易忘掉敌情，安乐久了容易忘掉阶级斗争啊。嗯，要讲，要讲，特别要给晾在那小青年讲讲。你出海这阵子，他跟掌勺的魏太利学手艺，手艺没学会，倒学会了吃喝穿戴，你看他都变成什么样子了。来，尝尝。一招鲜，吃遍了天哪。英才哥，出海回来了。亮子，晚上到家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哎。英才哥。阿妈。哎，阿婆。哎，怎么，英才刚到家又去巡海呀？啊，你看我也帮不上您的忙。嗨，用不着，你那事儿比我的重要。阿妈，今天我也不能陪你回岛上过节了。行，应该，我不拉你们的后腿。哎，阿妈真好。去，疯丫头，用不着你表扬。阿妈，我们走了。哎，阿妈。英才哥。亮仔。英才哥，他有事儿。哦，那算了。哎，亮仔怎么躲着我呀？
不不不，哦，您这又是给岛上采购去吧？等您把东西买完了，先放在茶楼，我给您包包捆捆，等回岛的时候，我再送您上船。不怕脏了你的衣裳？天女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好了，别斗嘴了。孩子，聪明心计可要用在正道上啊。阿婆，嗨，你不用嫌我啰嗦，你和英才从小就没有爹妈，是在我跟前长大的，我就拿你们俩和田女他们一样带，你们可都是吃海草穿破网住穿屋长大的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份穿戴，这样下去会跌跤子的。咱们贫下中愚，要有革命的志气，把心思都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正道上，这才行。你看你英才哥，干什么？看见他了没有？阿姐不害羞，见了阿妈也不说帮一把，就直播店找老公。四田女，哎，真的，看见他了吗？有事儿吗？还用问？秤不离砣，公不离婆。妈，陈老公回去。谁跑？见了面又闹。阿妈，瞧你把他惯的。是有点后悔呀。哼，就是嘛。我后悔的是你，生了小病以后把你惯坏。看妈说的，人家也是见了儿女的人了。啊，有了儿女，有了小家家，心满意足了。别忘了，我们放假，敌人他不放假；我们过节，敌人可不过节。行了，我的好妹妹。我当了8年民兵，从前的调门啊比你高，逢年过节站岗放哨，我眼睛瞪得跟金鱼似的，也没见几个像样的敌人。你天女排长，连长让我们请回来个可疑分子。哦，让我告诉你，得好好接待。好，给他准备一壶功夫茶。嗯，请吧。谢谢。你是哪部分的？8765部队2营6连战士吴振强。你多大岁数了？30整。西历1932年生人。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当兵啊？是啊。这哦，是下放干部吧？对对对，我是。不是不是，我一没挨过斗争，二没有挨过整肃，我怎么会下放？来，天热再喝一杯。回头，回头，自己人，别误会啊，别误会啊，误会不了了。说，从哪来的？说。明兵同志，这个是军事秘密。你不讲。你们这样对待自己人，太不像话了。
从哪儿来的？台湾。交通工具？万里6699号渔船。现在什么地方？三杯酒以南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海沙特遣队上尉行动组长，代号09。任务？来大南港附近探道，今晚接应全队登陆，再查百花山，建立游击走廊。兵力？3个支队。登陆地点？这我不知道。你奉命接应登陆，连登陆地点都不知道？你是干什么吃的？我知道。知道快说。是，知道快说。预定接应的登陆地点是东港湾。你们的头目是谁？司令叫何崇，航务出身。电台台长了，头发留的像女人。叫什么名字？蓝继之。什么？蓝继之。还有呢？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还有个副司令是本地人，叫王中王。王中王回来了。哼，他来了我们加倍欢迎。台湾来电，何司令、王副司令，前电已下令登陆东港湾，望今晚立即行动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蠢！东港湾根本靠不住。唉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啊。我晓得你是想顺水推舟，登上去就升官发财，碰回来就一推了事。哼，拿脑袋碰运气，老子不干。大南港有我经营了3代的渔篮家产，我一定要杀回去，把那些13年前逼我变成丧家犬的鱼花子通通把他干掉。王副司令，后话不提吧。你我眼下都是军人，只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少来这一套。军人？就是你们这些军人把整个大陆都送给了共产党。够了。说你的高见。兵分两路，王中王是个阴险狡猾的敌人，他很可能用兵分两路的方法来迷惑我们。我们就来他一个双钩吊杀。好，敌人在海上的退路我们负责。报告欧连长。欧英才同志。蒋书记你好。辛苦啊。老刘辛苦。你好。好好好。来，江书记，这是我们民兵连的请战书。很好。现在我们想听听你们对敌情是怎么估计的。我们那点想法说不说的吧，反正啊都在领导脑子里装着呢。少啰嗦。说。是我们判断敌人会选择东港湾登陆，但他不会是全部，因为一
敌人现在是小本经营，他提心吊胆的，怕这锤子买卖全赔进去。二，敌人，特别是王中王，他要寻找其他的登陆地点，而最大的可能呢，就是大南港，因为他解放以前是大南港的土皇帝，对大南港的地形道路很熟悉，也便于找他的老部下喘气歇脚当向导。对。三，东港湾能上来当然好，上不来呢也可以起个迷惑作用，便于他在大南港乘虚而入。嗯，这样一来你们的担子可就重了。你分析的对，王中王在这一带经营了几十年，不会没有一点社会基础，有的人正盼着他卷土重来，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呢。我们一定提高警惕，保证完成任务。阿罗，哎，哎，金星岛，咱们改天再去。我今天要去民兵连部啊。什么？你还要去啊？说，哪是你的家？是我们这儿，还是民兵连部？你这算个什么问题吗？说嘛。我呀，拒绝回答。少来这个啊！说，哪是你的家？两个都是我的家。应当守住哪个？哪个重要就守着哪个。啊，我们这儿就不重要。当民兵抓特务就比这儿重要。那也不在乎这一天呢。根据掌握的情况，王中王这两天可能偷袭大南港，不抓行吗？啊！你别拿王中王吓唬我啊！他哪年不叫人要杀回大南港，他敢来吗？就算他敢来，几条小鱼也掀不起大浪。咱们解放军天上地下千军万马，他还不够一网捞的呢，还用得着你这民兵大连长操心？阿罗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这是在你脑子里还有没有点敌情和阶级斗争观念？我本来是打算板着性子好好跟你谈谈，可是对你，我就是板不住。你板不住，我还板不住呢。给。哎，哪儿去啊？金星岛。好，你走吧。你不要以为我怕你，其实这是我疼你。可有一样，不能疼过了头。行啊，孩子我背上，照样执行任务。哎，变了。从前你是个罗号，在海上靶场上到处听见你笑你唱，可是现在你真成了个海螺，钻进自己的小硬壳壳里去。你还记得吗？我复员回来咱们就成了亲，当天夜里你就背上这杆枪和我一起去巡海。旧社会管那叫入洞房，我们去守海防。也就是在这儿，咱俩说过，我们是从枪上认识了党的真理，
接下了战斗的用意，成了革命的武器。要永远当一个战斗员，一辈子把枪都放在心坎上。阿罗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放下了手中枪，连思想上这杆枪你也放下。我还不是为了孩子和这个家。咱能就为这些活着吗？大海不平静，人还有斗争，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，把一生都交给革命，这才是幸福。像你这样船到码头车到站，就会掉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。你别吓唬人，我可不是靓仔。你正踩着他的脚印走。你好吧，你一下想不过来，先上岛子上跟阿玛好好谈谈，过两天我和孩子去接你。给我阿罗。赤卫伯到。赤卫伯，你还在搬运站当参谋啊？是啊，是搬运站的义务参谋，我们民兵连的老骨干了。多大年纪了？老将，说实的，说虚的。怎么？说了实的，你不让我退队就行。还小，才62。好啊，人老心红，不见当年勇啊。啊，铁女到。要我给你一艘万吨鱼轮是不是啊？哦，你是北街小商店的售货员。江书记，别看我们商店小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、糖果烟酒鱼肉虾是样样都有啊。好。你呢？这是我们大南港托儿所的保育员，是儿童的教育者，又是儿童的保卫者，了不起啊。哎，不认识了吧？哎呦，造船工人李小林怎么成了演员了？业余的。好啊，真是工农商学兵，农林牧副渔，行行都有啊。同志们，你们做到了锣号一响招致即来。报告，我们排还没有做到招致即来，有一个人没有到。谁？靓仔。魏师傅，集合了。嗨，集合还不是演习？去东港湾可是决定你的终身大事，人家出身好，有才有貌，可得要抓紧。走。靓仔，集合了，你往哪儿去啊？我有急事儿，你给我请个假。走吧，他还能追来。对他可不行，这个天女辣透了。回来！哎，别开枪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的枪呢？在这儿呢。
同志们，大家看一看，赤卫伯的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产品，都打了补丁了，可还保存得这么好。靓仔同志的枪是全新国产半自动，袖底都拉不开大栓了，这能做到常备不懈吗？这能做到招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能胜吗？不能。如林，是。同志们，每年国庆前一堂民兵传统课，现在开讲。立正。坐下。同志们，三年前听过这堂课的有多少人呢？哦，八年前呢？哦，十二年前呢？那是1950年，咱们大南岗过头一个国庆节，英才我们爷俩只有这一杆枪，就拿着它在这棵大榕树下站岗。我问英才，咱这枪好吗？英才说，怎么不好？不就是用它把大鱼霸王之王的爹给崩了吗？我说，孩子，你还不晓得哟，这枪原来就是王志王他爹的，是当年闹赤卫队的时候，我跟你阿爸从那个大鱼霸的手上缴过来的，可后来根据地丢了，王志王又把他给抢回去，接着就逼着天女的阿爸和英才的阿爸，还有靓仔的阿爸到三杯酒去给他吊杀，沉了海，连尸首都没有捞回来。35年来，天变地变，其实就从一件事上变，枪换了尖，我们背上了他，那些土豪劣绅大鱼霸就给我们点头哈腰陪笑脸儿。他们冲什么？冲这个。王中王拿上了他，就让我们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他们凭什么？也凭这个。今天呢，我们又背上了他。王中王想叫我们再吃二遍苦，他办不到，那咱靠什么？还是靠这个。可从前咱不晓得这东西怎么就成了命根子了。后来啊，听毛主席一说，这心里啊才透亮，这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。起！立正！同志们，夺取政权靠枪杆子，保卫政权也得靠枪杆子。战斗捷报，串扰我东港湾蒋匪海沙特遣队之一部，一上岸就陷入我沿海军民强大包围中，被就地全歼，战斗历时仅8分钟。同志们，东港湾的战斗是胜利了，可是王中王还没有抓到，我们要提高警惕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，消灭敌人，活捉王中王。活捉王中王！胆小鬼！
零九接应一支队在东港湾登陆已经是几个小时了，这边你还按兵不动，你诚心要把我两路分兵的计划拖垮。哎，再说一遍，我是个军人，命令何王二司令可率二支队换乘橡皮艇实施登陆大南港，此次建议两路分兵，殊堪加勉。自奉总统谕，何从进阶为少将，王中王进阶为上校，往迁都所部登上大陆，立功者加官进阶。总统真慷慨。回电告诉老头子，这笔买卖夯不啷包在我王中王身上了。是。换乘橡皮艇，命令三支队就在这一带游动，随时准备接应我们。是。司令不愧是军人呐，进可攻退可守啊。老兄，干这个买卖脑袋可是拴在裤腰带上，我担心一根蚊香两头点，两头成灰呀。多虑，大南港是我的老家。老家破了。破了，船破了有底，底破了有帮，帮破了还有钉子。我相信一定还有我的人。喝。魏师傅，你自己喝吧。怎么了？英才哥说了，这方面不能过分。那当然了，可是这是为了提高服务质量，请你帮我尝尝火候，又不是贪污腐化，说不上过分不过分。哎，东港湾的情势没有定下来，又让你受了一顿批评，我这心里头真是批评的对。我这杆枪是生了锈了，还这么紧呢、啊、东港不是打了歼灭战吗？王中王没抓着。王中王？哎，你可要跟他划清界限。嗯，靓仔，我早就划清了。我虽说跟他沾点亲，可从前给他家里做饭那也受剥削嘛。解放那年他想逃跑，是我给大军报的信，可惜大军动作慢了点，让他溜了。等把他抓住再算这笔账。他在哪儿？在海上。能抓得住吗？放心，他跑不了，咱大南港早给他布下天罗地网。好，靓仔，把你单车借我用一下。干什么？我到东港去办点过节的东西，顺便给你那个对象打个招呼。早点回来啊。
靓仔，靓仔，靓仔，集合了。集合干什么？不是要抓王中王吗？像你这样，王中王就是来了，也得把他放跑。我问你，魏太利呢？去东港采购去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一个小时了。怎么走的？骑我单车。马上分头清场。好。怎么？你们怀疑魏师傅？你呢？就一点感觉也没有？瞧瞧，这个师傅都教了你些什么呢？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带的，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住了。过分的我不搞，这是自己劳动所得，又不是贪污腐化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千里大堤能毁在一个蚂蚁洞上？魏台地就是利用你的弱点，迎合你的所好，用这些东西来腐蚀你。魏师傅过去当厨师也是受压迫的呀，社会主义这么好，他就不热爱？那要看他是真还是假。报告，镇上没有找到，车伟波正给东港门市部打电话，问他去了没有。不光门市部，他还要到哪儿？他还要给我介绍个对象。没出息，大南港的姑娘都死绝了，逼着你请个坏蛋到外地去采购。他要给你找的对象啊，东港没有，香港也不多。天女，香港东港我还分得清。人家魏师傅一片好心，走的时候也跟我说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还真是你把他给放跑的。包庇坏人，丧失立场，你的枪呢？干什么？你拿他我不放心。什么？无产阶级的枪杆子不能给你扛。啊，我是王中王，你枪毙了我吧。谁说你是王中王了？我不是王中王，为什么要下我的枪？你有没有错误？有错我改，枪袖裸擦，思想上生了锈呢？你不能光怪田女，也怪我平常对你帮助不够，要求不严。看你现在这个样，我们都心疼，也恨你不争气。天女，你我虽然不是一母所生，可我们都是中阿婆，一手从苦水里把我们拉扯大的阶级兄弟。那个时候，白天我们吃着海草，在一条船上打鱼，晚上盖个破网，在一个舱里睡觉，风来了，我们一起顶；浪来了，我们一起向前冲。
胸贴胸，背靠背，你暖着我，我暖着你。别忘，咱俩的亲爹妈都是叫王中王给害死的。别忘了，咱俩胳膊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？事实告诉我们，软刀子杀人不见血，糖弹打人叫你不觉得疼。英才，魏太利他没去东港，单车扔在海边，人不见了，假船外逃了。
要在南海筑起一道铜墙铁壁，先要在思想上筑起一条万里长城。钻进了罗网，魏老先生，要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们早已成了欧英才的俘虏了。司令过奖了，没想到欧家那个崽倒成了大南港的能人了，我真后悔呀，当年那一刀。哎，台湾来电，你等行动迟缓，本当重处。现着令，避实就虚，登上大陆，戴罪立功，不究既往。违抗者，杀无赦。避实就虚。王副司令，我们眼下是漏网之鱼，还是先回6699，再另找机会吧。干脆，咱们先去香港吧。不，我就不信。他们能把整个南海变成铜墙铁壁，哼，有我这样的老朋友还大可施展。父老兄弟们都盼望诸位回去掌印呢。这倒是一线希望，找个空子钻上去。毛主席今天要上天安门了。哎呦，哎，刘阿婆，哎，阿婆，哎，来啦。这是生产队长叫我给你家送的鲳鱼。哎呦，好，快进屋坐坐。坐会儿吧。不了，还得给那几家送去呢。哦，有空来玩啊。哎。如今有人把这新打来的鲳鱼送到家里，17年前，也是这么个早上，你阿爸叫王中王背着去309吊沙，连船带人都卷进了漩涡，再也没回来。阿妈，别说这些了，今天。对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今天咱们高高兴兴的过个国庆节，还有嘉庆节。哼，又嚼舌头根子。你呀，真下得了狠心，一甩手就走了。趁早回去啊，给英才赔个不是。叫我给他赔不是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你是没听见，他昨天把我骂的。少了，轻了，我看骂的还不够。就知道疼女婿，谁对我就疼谁。英才不会岛上过节，我看就对。敌人就像海里的鱼，一网能捞光啊。咱们解放军摆下的是张大网，可要兴起这全民皆兵，咱的网就更大更密实。刚解放那年，有几个坏蛋装成是渔民遇了险，到这来借船，想去西港湾。我一看，不对，那时候你和田女还小呢，我就对英才说：“快去，拿着斧子修修船，完了，好送这几位去西港湾。”英才一听就明白了，驾上船就上了大南港，带着民兵来把几个坏蛋给收拾了。晓得，他聪明，他厉害，他招人疼。我要碰上这事儿啊！不比他差。哼，
嘴头的硬，能算本事啊？你呀，有了小家就忘了国家，有了小兵就忘了当兵了，这哪还像我们钟家人呢？嗯，回去，把孩子放我这儿。不，我一离开小兵，他那小胳膊小腿就在我眼前晃。那就背着他去。英才忙公事，你应该给他当个好帮手，别叫他饥一顿饱一顿的。他，我给他做了也不稀罕。准又是端碗干饭就咸鱼，一边开会一边吃。咱们大伙齐心合力，把这股敌人的去向摸清楚了，就好下钩钓这两条腿的鲨鱼了。不错，我来说，我来说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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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呢，先叫老姜同志给指导指导啊。喂，我要县委江书记。好好，我们正想听听你们的呢。我们的会暂停一下，欧英才他们正在开军事民主会，我们听听。英才同志，开始吧。怎么，刚才就像开了锅，首长要听都成了哑炮了？我可不是怕这个，是怕我这挺机关枪一突突啊，就没你们说的份儿了。这准是天女。那你等等再突突，我说两句。翠伯，打过鱼的人呢，都晓得，鲳鱼撞网能退不退，马鲛撞网是能进不进。好渔家是磨准了鱼的脾气，一张单片挂网就能把它抓住，对待敌人也得这样。魏太利和王忠王一碰面，他们呢准不敢来大南港登陆。那么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看呢，准是溜回台湾老窝去了。可能听水鬼说，那个司令何从是被我们打怕的老狐狸，又狡猾又胆小。是这个理儿，他还敢拿鸡蛋往石头上碰。我不同意，田鸡剥皮眼不闭，就是敌人后头有蒋光头催命，本钱还没赔光，不会死心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同意这一点。说的对，就是嘛。哎，那你说上哪儿了？哼，也许啊上香港鬼混去了，等机会再来。我看呢，也许是散伙了。你怎么这么哎，你这个想法可要不得。怎么要不得？思想不对头。怎么不对头啊？报告。以我看，哼，是你的思想散伙了。就是嘛。你别扣帽子。谁给你扣帽子？这怎么是扣帽子？我也不同意你的意见。那敌人要是散伙了，咱们就不用常备不懈了。这话说的对。敌人要是散伙了，咱们今天连会都不用开了。绝不会散伙。就这种思想啊，保准上香港了。我看哪。好了，叫首长怎么听啊？很好听，有个红火劲儿。说吧，我看意见还没有说完呢。说吧，好吧，我也放他两鱼炮。说敌人散伙了，我不同意。我认为，敌人回台湾、去香港的可能都存在。可我们还是要立嘴打，敌人也可能钻我们的空子，避开大南港，从两线交界的西港湾登陆，绕道钻进百花山。哎，你说这分析啊对头，我同意。哎，还是咱们半边天说到点上喽。英才同志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同意田女的判断，不过我认为敌人不会直接去西港湾，因为现在天已经亮了，他怕趁自己的交通工具太暴露，一定要在中途搭脚找渔船。根据海上的航程距离，王正王和魏太利掌握的情况来分析，敌人这次找渔船搭脚的地方很可能是金星岛。对，连长。对，连长，
连长，海上流动渔船报告，天亮前发现三条橡皮艇朝金星岛方向开去了。啊！老江同志，敌人在金星岛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的。我们大南港离金星岛最近，为了不失战机，我们请求指挥部把消灭这股敌人的战斗任务交给我们连吧。对，我们请干，我们请干。大南港民兵连的同志们，你们这个会开得好。现在我们决定由海军远道迂回截断敌人的海上退路，由沿海军民封锁西港湾一带的海岸，撒他一张大网。你们连马上去金星岛，先把这股敌人抓到手心里。同志们，完成这个任务有把握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英才哥，跟我们排长说说，等打完这一仗再处分我吧。上船，用战斗庆祝国庆。是。我们做到了招之即来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还要做到来者战，战者胜。好，出发。大姐，首长看你们来了。啊，这位首长是来深入下层了解民情。啊，阿妈，哎，有位首长来了。哦，阿婆，哎呀，首长来了。你好。好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谢谢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先谢谢。我去烧点功夫茶。多谢，多谢。哎首长，快请坐。啊，别客气。这里政府的工作怎么样啊？好啊。你们的生活呢？好。啊，都是好。什么问题也没有？问题？啊，
问题倒有一个。讲一讲嘛。首长，和平建设都这么多年了，可小兵他阿爸，他叫欧英才。欧英才，大南港的民兵大连长。他呀，一张嘴就是帝国主义和蒋该死那伙反动派，还不死心，要常备不懈。不死心，这我懂。可那些残兵败将，还敢来吗？他哪来那么大狗胆子？是，不必草木皆兵嘛。哎，不是草木皆兵，他说的是全民皆兵。哦，全民皆兵。首长要能见到我那口子，最好给他开开窍。对，我开导他啊。哎，大姐，你家有船吗？船啊，有啊。好，两位首长要过海。好，去西港湾。啊，船大一点，我还有二十几个随员。哦，那得坐岛上供应船。阿妈，我在这儿呢。瞧我这傻女，客人上岛，茶没喝一口，鱼没尝一条，就提了一大堆问题，还急着撵客人走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就不如我那小女儿，连壶功夫茶都不会泡。看妈说的，干这个我比天女强。首长，坐什么船来的呀？机帆船，触礁了。哎呀，多亏碰上了顺路的渔船，才把我们送上了这金星岛啊。嗨，这渔船也真是救人救到底嘛，怎么不把你们送上西港湾就走了呢？他们忙啊，发现了鱼群，急着下网。哦，我说呢，渔家见了鱼群是不能不急呀。哦，这是本地特产凤凰茶，请。啊，请。请，是下网杀鱼吧？对，就是网杀鱼，又多又大，他们一网下去就捞了几千斤呢。瞧你说的，杀鱼哪能下网呢？得先下钓钩，再用镖一条一条往上拉。没看清楚，不要胡说，我明明看见他们是钓杀嘛。是啊。我这眼睛，好吧，即使这样，你们两位就别急了啊！来，先喝茶。那船有。哎呀，就是有点小漏洞。回头叫我这傻女去补一补，就送你们走。这可太好了，那就快去吧。好，你还傻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学学那个招人疼的，拿着斧子修修船。阿妈，我一定把漏洞堵上。等急了吧？放心，误不了公事，不能叫你们两位空着肚子上船呢。来，先喝点五加皮，再吃点烤鱿鱼，一会儿那鲳鱼就好了。不了，阿婆，我们有急事儿。急事儿，不就是来征求意见吗？啊，是，那就快讲吧啊，讲讲你们的疾苦。疾苦，那都是旧社会的事儿了，现在。我们是紫皮甘蔗蘸荔枝蜜露，香甜上面加香甜呢。香甜啊，香甜。哎，哦，你没听我们渔歌里唱的吗？黄连苦啊嘞，甘蔗又甜哦，旧社会倒比黄连苦啊嘞，甘蔗哪有新社会甜哪喽？
哪有新社会天哪喽？阿婆，那船，别急，修好了就送你们走。哎，哦。这好日子都是毛主席给我们的。是是，你坐坐，你们先听广播，我那锅里还烧着鱼呢。听炮响连，防卫出动！听炮响连，防卫出动！听炮响连，防卫出动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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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走，看看船去。哎，吃了饭再走嘛。潘司令，还在这儿废话。看，他没有去修船，想去报信儿。黄忠王，啊，你男人给我家使过船，给你卖过命，你还活着，我等着给你收尸呢。我先收你的尸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今天是谁的天下。你们这些鱼花子，想靠共产党做天下，给我拔起来。新红旗，抓都抓了，还多完了点儿。哇！水尽了，哦，还有一条生路，在哪儿？望父隘，绝地。嗨，当初我就是在那上面守了三天三夜，等来了接应，到了台湾的。蓝队长，带上电台，跟我走。电台藏在那边箭麻丛里了。拿来，不然我枪毙了你。王中王钻到王府去了。老海匪还想耍他当年的老花招。赤膊，哎，我们上王府，你们留下消灭这股敌人。是，走走。再喊，快投降吧，不然又要开炮了。快投降吧，不然老子又要开炮了。叫他们举着手出来，把手举起来，出来。蓝医师，啊，你叫谁？叫你。蓝医师，你把电台放哪去了？这我不知道。什么？你一个电台台长，连你混饭吃的家伙放在哪儿都不知道？你是干什么去的？知道，知道，就放在那边箭麻丛里了。谁？把手举起来。你。是靓仔，我是让他们抓来的。
看在老朋友份上，放了我吧。我一生的积蓄都给你，趁现在没有人，收下吧。啊，毒蛇。孩子们，可不能让王之王跑了呀！他们上哪儿去了？北风退潮。那他们是到三杯酒了。三杯酒，好汉也难过三杯酒啊。我不算什么好汉，倒要再闯闯这三杯酒。好，阿妈陪着你上三杯酒。上三杯酒。天女，排长同志，能让我也去吗？阿妈，帮我说说吧。天女，让阿罗回队吧。阿罗同志，上船。
身迂腐喽。都怪你胆小叔叔，你刚愎自用，你有意同敌，想投降共军，拿我们做见面礼。住口！你真是一条疯狗。我为党国奔波忙碌二十年，你刚受了军戒，谁给你权力这样说话？情报局老板，蒋太子的全权代表。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上司早就怀疑上你了。原来如此。从现在起，不许你指手画脚，一切听我的。啊，刘刘叔叔派人接我们来了。快修！快修！不够！妈的，十分钟修不好，老子枪毙了你！没事。六六九九，六六九九，六六九九，快！快修！六六九九，六六九九，我是何司令，听到这命令后，何从。向我报告，你这还有多少人？请问干什么？清点人数，向我投降。向你？一个人？背后还有七亿人民。你个小小的民兵连长，想给我堂堂少将洗脑筋，史无前例。你的夫人还让我开导开导你呢。他要知道你是谁，你就会看到他怎么开导你了。我不跟你废话，现在你只有一条生路，就是让我把我们的接应部队马上叫来。干什么？你给我们带路，插上百花山。光杆司令，这两天的滋味还没有尝够。那我们就回台湾，把你也带去。台湾，我是要去的。那好极了，我以生命担保，你可以当官发财。当官发财？不想当官发财？那你要干什么？消灭你们，解放台湾。你用生命给我担保，少将司令，请问你自己的生命谁来担保？这海沙特遣队覆灭的责任谁来承担？王中王那条负有特殊使命的疯狗，他饶得了你吗？你要是心甘情愿给王中王当替死鬼，给蒋该死那个政治僵尸去殉葬，那就请便。我倒可以给你指出一条生路。什么生路？把你们那个万历六六九九还有三支队统统调到这儿来。干什么？向人民投降，立大功还可以受奖。我这样的人也有生路吗？当然，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是你们的唯一生路。谁说的？毛主席。哦。命令南港三号加速向三百九前进。南港三号，南港三号，加速向三百九前进。是，加速向三百九前进。快搬！王副司令，王副司令，修好了，快走。是。
站住！举起手来！欧英才，你欺人太甚！对你，这是客气的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请。看到他用什么开导你了吧？走。英才哥，三杯酒都搜遍了，没有找到王中王。